玩的挺好啊，玩的时候想不起我来，吃喝拉撒的时候想不起我来。我们正好在取名呢，你这个铲屎官也来参与一下子。粉丝们啊，呼声最高的名字第一个叫王老师，就差叫我名了。以后不听话，我揍你啊，王老师。什么？不行，怎么能和他重名呢？第二个叫狗蛋儿，一只猫叫狗蛋儿。第三个关于吃的，土豆啊，果泥儿啊。我看就叫铁锤吧，铁锤，吃喝拉撒去吧。爸是不是不喜欢小猫？怎么会呢？你跟我来。哎，你给我有关。你进去千万别问他考了多少分啊！哎，也别问他考了第几名。问问怎么了？怕啥？我怕你被赶出去。我懂，放心吧。啊，这不起码扣了几分啊？我们也考了多少分吧？啊啊！前面得有你吗？我们也考了第几名吧？啊啊！卷子发了吗？你拿两份。哎爸，你看那是不是我姥姥来了？在哪呢？哎，在哪？我说让你别问别问，又被撵出来了吧？哎呦，我控制不住啊！那走吧，别在这杵着了。不行，我手机还在里。好玩吧？嗯。那趁你高兴，我再送你个礼物吧。给。我不要。你干啥呀？这吧，现在想跟你同一个吧。老婆，你看来这么多亲戚，一定配合我，给我留点面子啊！还有你，听见了吗？啊！凭什么配合你？就是。我包一个月家务。那我的。免你两天作业。我这配合你，瞧好吧。赶紧给咱叔抓点瓜子去啊。啊，好好好，瓜子来了。放水叔。哎，这几天睡觉睡得有点闹人呀。爸，我给你捶捶。你看这孩子教育真好。我弟弟不是也很优秀，考好大学啊。现在呀，这个事儿都毕业了，也不容易找到工作。嗯，现在就是这个工作。工作的事别担心呀、啊。没啥事，赶紧做饭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在家说一波了。还行。我爸在家呢。哇！看你妈了，我妈是猪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们这次回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我妈了，我想她。那你可以经常回去啊。那平时你要上课，周末还要学那么多东西，哪有空啊？那就牺牲一下我的周末，我陪你回去玩玩。小的倒没。反正啊，你就别学我，嫁得近就对了。那我就嫁给楼下吧，这样多近啊！你以后不准去我家玩了啊！开始拍吧。嗯，好了。啊，又要扯一下家庭关系。这么明目张胆吗？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我就是特意做给你看的。你的作业都给我看啊？你不知道不就给你看吗？哎，下一个作业认真做不就完了吗？下一个作业是什么？嗯、今天我到家、啊。现在我来安排一下你俩的任务，你今天就负责做饭洗衣服。那他呢？他就负责买买买买买买。那买东西的钱谁付啊？他呀。我买了个口红，你帮我报一下子。我过年可就收着一块钱的压岁钱了。那我爸爸还给你五百吗？嗯，我俩的秘密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说我爸私房钱少了五百。我还得谢谢你呗，剩下的赶紧给我。剩下的钱我安排今天去看电影。